知道吗？去这个厕所，去这个厕所，去这个厕所最后吃不消。如果说圈刷这个地方，这个厕所好难守，守不住，我感觉。所以说这个圈我们只能躲着，去这地方苟着。这个地方人应该少，就去这个地方苟着先，让他们硬碰硬，再说。这几个房子都已经被占了。我觉得要不我就待在这里面吧，我赌这里没人，有可能有人，但是他应该不会下来找我。如果他下来找我，我就凉了。要几个人冲这个厕所，我真的我出都出不去。而且现在我只有一个烟了，我刚才用了两个烟，刚才聚太多了，我怕一下把我们解决了。现在是这个里的人在打，在打哪里的知道吗？再打这边山头的，这边山头哪里的？就是开始捡空头的，空头的再跟这个房区的人再打。这边是有三个人，对吧？这边可能也有人，但是现在这一块地方，这个不像沙漠地图啊，全是空旷的平原，一望无际，就是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根本就。不可能，现在去找他们打，打不了，根本打不了。我这一个人攻这一栋楼，这个房区我也攻不了，我只能现在躲着。好看一下，如果这样子说的话，要去这个地方，去这个地方，其实这样可以，走。但是去这个地方，我估计也会有人，就是这边的人。但是我们从这边这样拉过去，拉过去一下。这样拉一下。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本来也不怎么样，要去那边。我本来是想去那边的，标错了。为什么？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人，还好是没有人。如果这边海边也有人的话，我们就四目相望了。其实不应该来这儿，应该来这儿。对，来这边就不会被这边那边打，看到没有？就不会好一点。我起码可以躲。然后现在我们先就在这个地方看着。看到这个房区的人有没有人出来？出来不一定要打，看情况再打。如果说两个人或者三个人，我会打；四个人的话，我也会打。因为我觉得吧，利用不了，不是很好利用他们。